这边是应网友要求测这个撸啊撸啊，两个场景，一个是暴兵的压力场景，一个是正常的高塔团，画质都是 1080p 的最高画质。实测的话 2K 分辨率对这个帧数影响极小，帧数的上限应该还是 CPU 决定的，显卡的话应该都是足够的。本来我觉得撸啊撸这个压力很小，但如果暴兵的话压力还是蛮大的，之前28瓦的话平常打都能到200多帧了，但是暴兵的话30几瓦或者28瓦之间才四五十帧啊，压力还是有一点的。后面是一个正常续航，也就是两个半小时18瓦续航的一个高塔团，画质同样也是 1080p 的最高画质，帧数基本上是稳定在80帧以上的，这个状态基本是可以玩的啊。如果开到20-30瓦的话就能跑到100多帧啊，开局的话甚至可以到200多帧。之后就是个正常试玩啊，有其他游戏要测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期待下期再见。